秋天是什么颜色的？黄河是什么颜色的？灵感又是什么颜色的？我发现有好多颜色都还没有命名，还有好多声音也没有命名，甚至有好多字还根本没有发明出来。我的名字叫江二曼。大家好，我叫江二曼，现在14岁，老家山东，来自深圳，我是一名00后诗人，现在呢已经出版了3部诗集，一本散文集也马上就要出版了。哇哦！我之前写过一首诗，叫《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》，有人知道吗？有人举手吗？李波老师，刚才你的名字一出来，我就很激动。杨老师不知道，一直在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激动。我说难道真的是江二曼吗？真的是江二曼吗？立波变成了你的粉丝吗？这是真的是，你知道我这2年在做中小学语文启蒙啊，我至少不在10几次的讲座里头提到江二曼同学，然后包括我给博士生上课，我说你们谁能写出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，然后学习成绩我就给高分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太兴奋了，终于见到真人了。那我们下台能不能跟你要个合影呀？必须的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！求个合影啊！见面会。听立波老师说完之后，我更加的好奇了，想问一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本书呢叫《黄河文学杂志》。这本《黄河文学》呢，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把一组诗发表在这样一个大型综合刊物上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今天晚上爸爸，你必须给我捉一只萤火虫，而且爸爸，你要捉就必须捉2只，姐姐一只，我一只，我想让他们住在一块儿，结为草根夫妻。哇，太美了。